我是跳级生当网红骗，上过电视登过报，主播这里最可靠，难题解法有五套，想要知道的屏幕给我戳爆。牛滚子是这样念吗？留一手在直播，打个 PK 明星留一手，炒炒热度吧。榜一大哥我粉了，其他伙伴别等了。这套题是我亲自写的，今年高考预测题，点点关注不迷路，主播带你上高速，祝你上链接啊。链接的数字我忘记压小数点了。你傻波一啊，80块钱的东西要变成80万了。哦，没了！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，留一手的手稿，我要定了。六啊，我们给刘一手成立一个公司吧。好，就叫桑之牛。欢迎回来。哎呀，小神童。刘一手啊，以后直播就去我办公室随便用。牛懂啊，是我以前不懂事啊，有眼不识泰山。好啊，那你给牛滚子当助理吧。我还是喜欢你以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